我们球员组成现在都来的都是女生，主要都是以女垒为主，然后就是让小朋友出来尝试看看，然后看看外面的球队的比赛的一些态度跟经验，然后去慢慢累积这样子。我的名字是杨欣子，然后我的学校是埔里国小，守备位置游击三垒教授。我是田嘉瑞，然后我是南投县埔里国小，守备位置呢是一垒或三垒。看到那个直棒在打的时候，然后就爱上垒球。我们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，就是垒球比赛刚打完，然后就马上练棒球，因为要来关怀杯。可能关怀杯比完回去，我们又要接着换练垒球，就是棒球垒球，棒球垒球一直交错交换，然后小朋友他们在转换的速度，当然比没办法说像成人的那么快，所以今天的表现其实是算可以接受了，打击上啊，那投手的话，就是我们在学校都是在水泥地训练。看，我们学校没有球场，没有红土，那也没有所谓的投手丘，所以在投手在投球，在学校是 OK 的，但是来到这里可能因为第一次踩投手丘，所以还需要再调整。那你觉得今天自己的表现？95，我两次上那个打击都有打安打，然后另外的5分是因为自己接球没有接好，然后那个就少了。就10分。男生可以打棒球，不代表女生不能打棒球。所以我觉得，就是小朋友来接触这个，我们女生跟棒球其实落差没有到很大。那这个就是让小朋友有另外一个可以前进的地方，然后他们也会再更多去关注关于棒球、职棒啊，或者是比如说世界杯什么这些，就是会更想要去投入。我觉得这是好事。